生短短几个秋，我不醉不罢休，东边我的美人。老婆老婆，你看这些渣男，嗯，玩了人家也不娶。我也比他们好不到哪去啊。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什么意思？有些人他娶了也不玩。如何正确的管我妈要钱？妈，你给我拿五百块钱呗。不是昨天不是刚给过你钱吗？怎么又要钱呢？哎，这是你儿啊？不是不是，他是我弟弟，脑子不太好使。啊，来，没有事来叔给你钱。哎，谢谢叔。又要钱干啥呀？哎呀妈，我这不合计给你买个礼物吗？给我买礼物，还朝我要钱？哎，你儿子现在不兜里没钱吗？行，五百够吗？够了吗？你给转过去了啊。好嘞，谢谢妈啊，爱你啊。哎，儿子，你给我买个什么礼物啊？啊，我给你买个教训。哥，你快过来，他欺负我。别以为就你有哥，我哥长超帅，我哥超有钱，我哥一米八，我哥一米八五，我哥会吃屎，嗯，我哥会吃两锅，我哥吃一堆，我哥吃一卡车。还有什么？你佩服佩服？跟我走，哥，我们走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。一见钟情，不是你一眼看上我，或者是我一眼看上了你，不是看，是味道。这么晚了出去，会不会有坏男人把我抓走啊？不会，不会。嗯，那我不去了。哎，我们可以抓他呀，去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大家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挑战一年365天不碰女人。干什么？每次聊天都是这个样子。哎呦我的妈！呀呀呀呀 ！Em đêm nay ngon và căng, ăn một sang chảnh cùng đi ăn một情难断意难全，我沉沦几回，因你倾城的美，千红百媚，偏偏只为你而醉。你如月，干嘛？臭流氓！哼，还懒有病呀！Thank you.
哎，老板你怎么了？小马啊，我来大姨妈了，肚疼。啊，这怎么办？老板，你说我一个大男人去买那个不好吧？老板，要不这样吧，那个我鞋垫是纯棉的，你先用用，行吧？你有病吧？那怎么办？那老板，要不然你倒立试试，倒立也好使。滚！你能不能想想办法？老板，要不然明天我陪你去趟泰国。泰国干嘛？那个他们能把男人变成女人，就能把女人变成男人，你就不疼了。时光分不尽一生，浮浮沉沉一半生，一壶浊酒欲随风，一步一瞥似惊鸿，青丝要如何追问，一枝兰花为谁挽留。青山长伴绿水，燕雀一世难飞。我一生中最爱的人啊，我醒来梦中还是你的样子，可不可以再哎，媳妇，这新买小运动装啊，这是啊。对呀，你看看，还有一条裤子呢，还没来得及穿呢。穿上我瞅瞅。哎，媳妇，这一小身太好了。好看吧？啊，它是那种醋酸真丝面料的呢，而且这是一个小外套，你看看里面我穿个小短袖，直接春天就这么穿，好看不？好看，这小颜色也好看，媳妇。哎呀，还有好几个颜色我还没买呢，但当时就相中这个红的了，你看特别显白，可显我肤色了。真行，这小半袖的，这是短袖的，就春天夏天都能穿，夏天早晚凉的时候，还有现在穿正正好好的。真行，媳妇，下楼遛弯啥的啊？是不是挺好看？好看。